车呀、便道辅助什么都是有。我看一看哪些小卡中了我们的躲避。恭喜，书记走了，恭喜如镜，恭喜这个多那么多的东西。两万做什么？两万讲车，宝贝，两万讲车啊，来。继续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车的话，宝贝这一块的我们集成了一个语音对讲哦，语音对讲模式的一个切换啊，还是比较新建的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在随着撒的时候，哎，往这边走，宝贝，我们这边的话采用的是一个12寸的一个悬浮式大屏，宝贝看到没有？悬浮式的，12寸的一个悬浮式大屏。帕萨特多少米啊，宝贝？帕萨特你要看哪个配置啊，宝？帕萨特的，感谢小凯的关注啊！帕萨特的话，我们一共有目前的话展厅有2个，一个是我们的精英版，一个是我们的豪华版。如果说精英版的话，精英版我们的帕萨特它这个价格啊是我们的20.39米，豪华版的话，宝贝，我们的这个帕萨特指导价是我们的一个22.29米，宝贝啊，你们都去点一下关注哦，小凯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哦，中间的评论不要断哦，小凯，我是你们心爱的主播穆小雅啊。平时用车购车有任何不了解的宝贝都可以找小雅啊，两款，一个精英一个豪华，都是330的宝，精英和豪华都是属于330的宝贝，都是330的啊。这边宝看到没有，有一个黄色的小星星，带翅膀的小星星啊，你们可以点一下，宝贝，这边带翅膀的小星星你们可以点一下，点完之后里面有一个什么，里面有一个助力免费的助力票，免费的人气打榜，你们可以把这个送给小雅啊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什么，里面还有个我们的一个粉丝灯牌，免费的粉丝灯牌可以加一下哦，感谢小凯的关注。哪里有区别？首先的话，宝贝，我们豪华版啊，豪华版跟精英版的区别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第一个，宝贝，我们最大的区别的话，第一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灯，前面我们车头那边有一个灯带，它是可以点亮我们 VW logo 的，这一个的话只有我们豪华版才有，我们精英版是没有的。另外的话，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座椅啊，座椅的话，宝贝，座椅的话我们精英版的话只有10项的调节，而豪华版达到12项的调节了宝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后排有一个什么呢，咱们有一个，咱们的后排有一个遮阳帘，然后我们的精英版它也是没有的。轮毂的话，一个是17一个是18的啊，轮毂一个是17，一个是，感谢小凯的关注啊，感谢小凯的关注，爱你们哦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3驱的恒温空调啊，也是我们豪华版有的，其他是没有的。然后豪华版里面还有一个10色的氛围灯啊，还有一个10色的氛围灯。正常的话，宝贝，正常的话我们那个精英版它是没有氛围灯的，只有豪华版它才会有氛围灯的，宝贝啊。刚刚小雅讲的那些听了吗，小可爱？就是我们的豪华版的一个跟那个精英版的一个帕萨特区别啊，一个区别。来，我们继续讲这个车啊，宝贝，我们继续讲这个车。然后刚刚小雅讲了，是不是我们这边要采用的是内饰不错，那肯定是不错，白色米色的内饰看到没有，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干净，宝贝，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干净？听到了是吧？爱你了哟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吧，我们是采用的一个12寸的悬浮式的大屏，大屏里面导航啊，包括我们认真听了，爱你哟。包括我们的一些辅助啊，包括交通标识啊，这些所有的都是有了，都是能听，都是能看得到的，宝贝啊。而且我们那个车里面的话还自带了一个什么，就是交通的一个违规，我们都可以自己在车里面可以查询的。宝，去动动你们2022发财的小手指，给夏多点点赞赞，点点关注好不好？赞赞不要停，宝贝，才能点燃夏的小激情哦。赞赞不要停哦，宝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对不对？中间的评论不要断，好不好？想不想薅一波主播的羊毛，宝贝？你们想不想薅一波主播的羊毛？想薅一波主播的羊毛的话，夏现在给你们发一波红包，要还是不要？小凯，想不想薅一波主播的羊毛？薅一波主播羊毛，你们去扣一下好不好？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，是不是？要不要薅主播的羊毛？这档和992一样。挂档杆，我们和保时捷是同款，宝贝啊。去点一下关注哦，宝贝，去点一下关注哦，小可爱，感谢小可爱的关注，爱你哦，宝，爱你哦。我们这边是上汽大众的直播间哦，这个上汽大众的直播间，小可爱啊，看看后排呀、好的呀，我等一下就去后面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就去后面了，宝贝，稍等一下哦，多等等我，宝啊，发一个红包啊，想不想小雅的红包？想要小雅的红包，你们在直播间里面去扣一下，我现在就发，就拿小雅的这个手机发。就拿小雅的号发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拿主播的号发，要不要？要的话去扣一波一，
宝儿，你们是要想要红包的话，去扣一波一下，现在就发。想要是不是？好的。这个角度晃的有点晕啊，晕了吗？宝儿去抢一下下，把红包发到了，宝贝，去抢一下哦。爱你们哦。稍微讲一下，现在就坐到后排了，好吧？稍微讲一下，然后十二圈悬浮式的大屏往上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这边是个触控式的空调啊，触控式的空调包。